虎克定律，当弹簧受力 F1 时，伸长量为 delta x1， 弹簧受外力为 F2 时，伸长量为 delta x2， 则弹簧所受的外力与伸长量有正比的关系。如果每次取下砝码，弹簧都能恢复原长，则加挂砝码的重量愈大，弹簧的伸长量就愈大。此为虎克定律。